当年在 Dreamcast 和大型机台大受欢迎，由 Sega 推出的三八节奏游戏《欢乐三八》，时隔多年最新续作《Samba de Amigo》《欢乐摇摇派对》，要在2023年夏季让你再度摇摆起来。游戏主打体感玩法，将 Joy-Con 变成三八舞者手上的沙铃疯狂甩动，配合画面上指示的动作和节奏尽情摇摆。游戏收录了超过40首流行和拉丁歌曲，多人同乐的各种派对模式，包含庆典在内的丰富关卡、特色十足的角色、测试两人契合度的恋爱考验，以及自定外观等多种功能，甚至还搭载了时下最流行的大逃杀模式，让我们在线上靠着武技和其他玩家拼个你死我活。Samba de Amigo 欢乐摇摇派对支援繁体中文，暑假又多了一个欢乐派对体感游戏可以玩喽。